上马就是要尽可能的控击的话，就是就只能那样处理了。这边没有什么我想放的板子啊，这种夹子现在哇，这种地图的夹子跟傻子一样，放下去人类看得清清楚楚的。这个地方放一个。你看像这个图，如果你不想去跟他们白房博弈的话，把这边半区资源封死，然后跟他们打这个半区就行了。里面还有夹子要放，但是我不能去了，再去的话这边要掉电机了。中场有人，先把中场的管一下吧，他肯定会往那边走的。已经来排夹了，那肯定不能让他全排掉啊，肯定要来这边管一下的。敢玩吗？这边的地形你敢玩吗，小伙子？不敢玩吧？要翻啊！我真没想到，这里还能跳个窗户。但是你这波怎么说？压迫了没用啊！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来了？挂个天灾的吧。这里想干嘛？有钥匙啊！这人钥匙可能是气场透视啊。抓欧钩，抓欧钩来的，抓欧钩啊！你小子，给我打击的可能啊，锁击没用啊，锁击作用不大啊。幕后玩家手电筒是吧，应该又是个什么车队吧。闪人车跑得快，闪人车跑得快，欧巴。还好还好啊，节奏还能接受，兄弟们。因为这边相对来说他们电机是没修多少的。勋章就脏啊。方舱加速啊，这里进去直接往板，我直接板下放夹，我直接不跟他博弈了。那个板子夹子被他点了，你想干嘛？你这个小小的脑袋真的是大大的想法啊！左边乌鸦没飞，这边抱人应该没问题。这里还有人的，这波清理一下这边的板区啊。小怀特爱挂，我操！我已经 N 年没打出回血刀了，这刀多少占点个人情绪在里面吧，我操。妈的，这种刀都能打出来的。我真的 N 年没有打出回血刀了。
刚刚那个地方，如果我能正常平移往前的话，那个板子它绝对死了，我跟你们说。我操，这还有个钢筋呀，压我。钢筋吗？嗯。这个放不了。直接放啊，这就是打明牌了，我就打这个半区。哎，你小子怎么在这儿啊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哦，他有钥匙的。我是你的坤，妈的有钥匙。他钥匙偷我位置，知道吧？所以我这边博弈不到他，完全博弈不到，因为他一直在拿钥匙偷我位置。OK， 让他死。其实还是这三台近一点。进去送是吧？好的好的，谢谢你。德怀特死了，德怀特已经是一个腊肉了。要死这儿是吧？他角落要假装蹲一下钢筋的，你看他钢筋，不钢筋啊！你都摸鸡了，你都不钢筋啊？这小子已经不想博弈了嘎，这跑角落去干嘛？他们要互摸了，这不上船加速。哎，其实应该深追的，其实应该深追的，这不该那个啥的，不该傻逼放他走的。应该深追的，我这波角色出问题了，应该直接追他。
这等于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啊。有老人头，有老人头，这人有老人头，可能是老人头叫打击啊。注意看，左边还在冒火花不？我就全给你分死了，你等会来玩，我看你来修。因为他是秒摸他的。这个人不一定有，他们队里面老人头应该不会带两个，直接去找那个人。乌鸦飞回来了啊！注意右边的角落里，他只能往角落里摸，这不。这个图它这白房这边两个点没有封装太难受了，走地图所以就不打这个半区。不是老人头吗？他那一下摸得好快啊，他一摸就起了。哦，还有百草，百草百折加包，所以一瞬间就给他摸起来了。我以为是老人头呢。确实有打击的啊，打击有两个。赠送了5份订阅。